就是 Grayson 的425，这是一套 one bedroom。OK， 一进来这边是一个很大的 walk-in closet。然后左手边是他的洗手间，这边是他的客厅，非常方正，然后有一个很大full size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炉、灶台，这边还有一个洗碗机。我来看一下他卧室。卧室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带顶灯的 walk-in closet， 很方正也好隔断。这是它的空调机。